懂啦，小知识，大世界。对象卫星是千里眼，宁静的夜空，群星闪耀，其中包括由华夏儿女研制发射的气象卫星，它在有规律地进行着。气象卫星沿着空间一定轨道运行，采用遥感技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气象卫星及其应运而生的卫星气象学，由单纯的气象观测发展到多学科的综合监测，建立了全球卫星观测系统，成为天气预报业务和大气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科研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行星地球计划将建立三种对地观测空间平台，极轨卫星平台、地球静止卫星平台以及作为 EOS 补充的小卫星平台，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在不同高度获得多普段多频次，可覆盖全球的地球表面的大气圈、生物圈、水圈、岩石圈、冰雪圈等各个圈层的信息。所以气象卫星是千里眼，